习，然后吸收更多。对，好想睡啊！你也太快了，效果好好，我先捐出了大家。熬夜现在不就是大家的文明病吗？对啊，现在人谁不熬夜？你晚睡，然后吃宵夜，然后隔天又晚起。对，然后如果早起的话，注意力又不集中，然后整个又在一个混沌的状况上面，然后睡眠不足，做什么事情都没办法专心。对，这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它是更加速的。好，也就是新体力的夜间代谢酵素饮 EX， 它可以提升睡眠品质，肤质变好，你的心情变好，而且呢，越睡越曼妙窈窕。那这种东西就是它，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好厉害哦！然后这种饮品呢，其实哦，我们每天在睡前的时候，你只要喝一个就可以了。然后它很贴心哦，盒子里面就有小吸管，小吸管，好像那个在喝那个乳酸饮料。哎，我们现在这样喝着会不会很想睡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连昨天晚上都还在喝。那么在GABA的部分呢，比定剂再提高了250%，250%。所以你会发现到，心情变得更稳定平衡。色氨酸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这个饮品当中也提高了500%。哇，那刚喝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到有很好喝的酸酸甜甜甜的？对，它里面就是加了酸枣仁跟西洋参，当中还添加了一个专利型的成分叫做利体素。这个成分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变得比较快，还有萃取是高达80种的天然蔬果当中的蔬果酵素 E 哦，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到代谢的效果变得更卓越。当中还加了两个美肤的成分哦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蔓越莓的萃取，还有白藜芦醇。这就是为什么它代言人杨丞琳到现在还是一样逆龄啊，对啊，娃娃脸的。相信呢，有这个新普利跟着大家，我们就可以一夜好眠。